目前，我国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如何？平均薪资多少？近日，吴彭果结合了网站自有数据以及毕业生问卷调查分析，发布了2018全国应届毕业生薪资报告，向大家展示2018届应届毕业生的薪资水平情况。数据显示，毕业生城市薪资排名，北上深居榜首。中国薪酬网也发布了一份2018年中国大学毕业生薪酬排行榜 Top 200， 下面是详细榜单，看你的学校毕业生薪酬排名如何吧。注：数据榜单来源于中国薪酬网，按照2017届毕业生的平均月薪进行排序，平均月薪指既往的一年度已发放所有收入含工资、补贴、绩效除以12个月。此外，中国薪酬网还整理了中国各大学专业毕业生薪酬水平排行榜 Top 20。